好多宝子都说我这个星星少贴了个角，仔细一看好像是不太对啊，这里还有上面好像也少了几颗。没事没事，立马给他补齐。还有宝子想看喜羊羊，今天来安排，先把星星的轮廓补齐。我就说怎么会贴错呢？因为我都是按照这条黑色的边来贴的，所以就忽略了外面的。完事儿再来贴喜羊羊，老规矩，还是先把轮廓贴出来。这次应该没贴错吧？干胶喜羊羊有点简单，顺便把它旁边的米奇也贴了。哎呀呀，看我今天抖的钻，有没有治愈强迫症的包子？这个喜羊羊还没贴完，就知道今天一定不会翻车。只要脸型不变，其他贴成啥样都不影响。米奇的红脸蛋也贴上。最后一行搞定，看吧看吧，是不是没翻车？呜呼，中间这一片都贴完了，边上这些小可爱，你们想看我贴哪个呀？